同爱社会福利慈善公益事业基金会是一个在新北市成立22年的一个比较有年资的一个基金会。那启凡呢，做了一些老人关怀，哦，以及以这个巴西蘑菇的这个产品呢，来帮助一些重症患者。那现在也来推广这个光能波，来作为一个我们社会关怀的一个慈善连结。那邀请多位在自然疗法的前辈老师呢，一起共同做社会福利慈善。这个是我们秉持董事长他个人20几年来，以及在巴西蘑菇对于重症患者的这些帮助呢，持续累积社会这些贤达。那自然疗法协会的老师呢，大家都非常热心呢，我们经常这样一起举办这些社会的慈善公益活动。那也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持续努力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